你就公发了。我同你睇嘅方法唔同，你係好刻意留意。我今次有冇有 action？ 冇有 action。我咧就係想睇下你個整體係咪一個拉得有冇自信。嗱，你嘅方法係避免自己有 action。當你避免嘅時候咧，你係喺你係 defensive， 你係負面，你係避免自己錯，你係假定自己會錯，你係避免自己犯錯。但係當你係有自信嘅時候，你想有自信嘅時候，你係想係拉啲好聽嘅嘢，你係。正面好多嘅，咁我想，我相信你都係想係正面嘅，你係同人講個故事，講得好唔好？你希望講得好，但係你希望講個故事，你唔係避免自己講個差嘅故事。我哋唔可以咁樣去，個方法唔可以咁樣嘅。得啦得，而個自信就係睇下你運功。你如果見到你係整體可以用到全功嘅話，就算有少少唔準，或者有少少 action 係 OK 喺你而家呢個 stage 係非常之好。哒滴哒啦啦哒，嘣哒啦滴哒哒哒。如果第二步你可以再好啲嘅，就係應該要用少啲功嘅時候，你用少啲功。譬如一開始第二個小節咧，唔係係啦，第哒啦啦，你記得喺上半功嘅話，保持呢幾五個半拍都係喺上半功。嗦發咪啦嗦發咪瑞哆提啦提瑞哆提啦哆提啦。呢個係細聲嘅喎，呢一段。都喺中功以上，中功以上，因為如果係啦，即係你當喺上半功啦。因為如果你落咗下半功啦，哒啦啦滴滴滴，嗰個感覺就會好重啦，係好唔平衡啦咁樣。即係但係你睇到啦，我嘅著眼就係你有冇信心拉，係你拉出嚟嘅有冇信？我係想出嚟係好靚嘅聲。靚嘅聲音有時會唔準噶，有時會有 action 噶。但係如果佢係個動作，佢個人俾整體係一個感覺係自然嘅，我覺得呢一個係更加重要咯。